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正。今天我们又来拆解新的东西啊，就是铁皮青蛙，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啊非常常见的一个玩具啊。我们先拆开来看一下。我们小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个包装盒了，我们需要这个。你们来看，是不是很熟悉的感觉啊？非常小只，我记得小的时候这应该是2块钱一个吧。商店看一下。还是挺能蹦跶的啊！我把它放在地上滑一下，看看啊，看效果。好，现在发量已经上进了，我们现在看一下。刚才呢，我们放在地上跑了一下，大概目测应该有3到4米的样子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拆解一下，看它里面的构造是什么样子的啊。好，我们这就拆开了。哥哥，我烤一下。这可能是因为这个上面这个人工铁皮拿掉了，而且它这个配重不够啊，这个听量起来不像刚才那样子。结构虽然简单，但是设计的确实很巧妙啊。我们再把它装上去，我把它重新装上去了，我们再试一下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暴力测试吧，看看精不精帅啊！啊，下面我们就直接测试一下，看收到的结果怎么样啊？没有问题啊，再来。啊，这个正常了。经过这轮测试啊，那个玩具虽小啊，但是挺耐用、挺耐玩的啊。